谢谢第二阶段跳跳糖第一首歌曲，在这边表演给大家看。哎，乐乐，你脚那么长，你要记得你的脚不要跨越白线，他也给我掐高边。你要小心自己的安全，我很担心。好了，老师继续，谢谢。拍个照好不好？不要拿酒给我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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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现在呼吸还有酒味。啊？没有，我刚刚吃那个啤酒的糖果啦。陈云一，你为什么敷衍我？他走过去就真的哦，敷衍我这样子。哇，很开心大家今天特地到来啦。那记得哦，我们今天有来到的摄影师要记得一定要打卡，跟帮我们八八烟酒水专卖店都要一同的来做宣传了，好不好？哎，那个八八烟酒水专卖店在嘉义也是有，是本店对不对？在嘉义哪边？吴凤北路133号几楼？哦，我要问详细一点了。对啊，像我在跟人家报我家。